勇往直前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可信念的种子一旦发芽，便可爆发前所未有的能量。平常的日子里，需要不平常的心态，把生活里的美好分享给重要的人，才会加倍快乐。成功不是书写在未来的愿景，而是面对每一次挑战时毫不犹豫的行动。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是一件幸运的事，烈日将至也无法阻止我们奔向彼此的脚步。探索和挑战的脚步从未停止，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成长，努力活出自己最喜欢的模样。人生就是由无数个挑战组成的，开启新的方向，迎接崭新的曙光，我充满期待。当我们努力变得更好的时候，周围的事物也会变得更好。全力以赴，带着新的身份去突破，去超越。每天醒来都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强大，因为未来有无数奇迹需要我们去创造。我们站在一起，就是面对未知与挑战的最强力量。还有你，一起挑战，共享未来。